很冷冷的一坨。这是一个宝贵的时间。主啊，我们这个时候，主啊，我们要来回应你。主啊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主你爱每一个，主不论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，主你爱我们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在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甚至停下来，主在这主日里面，主我们可以安静下来，主来抬头仰望你，与你的圣灵一同在你面前来享受主你同在的美妙。主透过今天早上诗歌，主啊，你要向我们说话，主你爱我们，每一个你都放弃，你爱我们如眼中的瞳仁一样保护我们。主啊，真是这个时代悖逆，充满了冲突，充满了暴力、愤恨，甚至要同归于尽。主啊，主啊，这个时候主社会的混乱，求你用天上的智慧来指教我们。主啊，把你那和好的福音，主我们来实践，我们来传扬。主啊，像这我们今天早上唱的诗歌，主啊，我们常常是需要你。主，让我们真的常常来抬头仰望。主，因为当我们仰望的时候，天就要敞开，主圣灵要降临。主，巴不得这时候主你圣灵真是亲自抚摸每一位，主在他的深处里，这时候主你赐下安慰，你赐下医治，赐下帮助。主，以致我们在你面前，在你面前主得到丰丰满满的力量，再次来体验主预尝天恩的滋味。主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如此的讲道，所有敬拜的进行，主巴不得你的灵都与我们同在，用你的话语再次激励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挺起发酸的腿，举起下垂的手，主来跟你一起同跑天路。愿你来赐福我们，祝福我们在里面的敬拜，我们感谢赞美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的。等一下，我们有个贵宾刚刚介绍过，就是胡忠信哈。那我以前跟他同教会，他爸爸是牧师，所以我们认识。那所以呢，他等一下就要到三楼去了，但是在11点的时候，在三楼有给他的演讲。那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到三楼去，请他起立。你简单跟大家谈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好哈。我没想到他在教会那么活跃哈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是一个高中生啊，害羞内向哈。没想到他在有啊，你大吃大便哈。因为以前我记得我是在读小学、初中时候，他是北一女，我记得一个每周末啊，礼拜六就有一个绿衣人啊，绿衣人到教会来就走了。那很怪很安静啊，那没想到他当嫁给这个最优秀的医师啊，然后他改变人生。后来我昨天刚才知道，原来我们的副主辈都是牧师啊，或者医生啊。这个我觉得长老会这家族蛮特殊的，这是个家族历史的小事情。说今天早上我们在互相分享的时候说啊，如果你有价值信仰就够，那圣经说的恩典满满啊，温暖满满，哦，福杯满溢。所以我觉得我很高兴看到郑医师夫妇在教会服事哈。啊，他是彰化人，他是新竹，然后偶然在彰化能够用音乐来崇拜，不简单，因为我从来不知道他会弹琴的。你实在认识我太少了。不是，他那是很害羞一个高中女孩子，然后来，然后在教会很乖巧。
五十年前，五十年了哈，所以请记得，他现在才十七岁，好，挂挂完毕啊，谢谢。你也算谁？好，来，那要去那个三楼，来，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来。我们都曾经会很不喜欢，很害羞，可是。在上帝的国里，上帝要改变我们，越来越好，要像甘老师一样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给自己鼓掌一下。上帝要改变我们每一个人，当我们愿意的时候，我们一同来诵读我们的主导文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起来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巴不得我们把背起来。啊，下面呢，我们要来读圣经雅各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八节。雅各书三章十八节，十三节到十八节。啊，我念单数节，弟兄姊妹念双数节。啊，雅各书三章十三节，你们中间谁有智慧、有见识的呢？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。显出他的善行来，请十四节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，抵挡真道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魔鬼的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？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我们再念十八节，好不好？来，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愿神来祝福他的自己的话语。我们下面要请牧师来讲到他今天要分享的是良好的人际关系。